小贾斯汀被甩不是秘密了。真的假的？小贾斯汀和女友席琳娜终于玩完了。所以内幕到底是什么呢？工作太忙，还是小贾跟威士忌不离身的脏脏歌手恶女凯莎搭上线了呢？很多人说，其实罪魁祸首是匈牙利籍的超辣维多利亚模特芭芭拉博文。但人家全盘否认，再三强调小贾才不是他的菜。不过席琳娜还是把小贾给甩了，还把残局留给小贾粉丝们去收拾。觉得他们会复合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来跟我们一起赶快到脸书